谨遵上人教诲，良师之道，上首下化，实践力行，传承魅力，教育完全化。我们已经建构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教育完全化的环境，实际人文教育的完全化，那就是要让我们的实际人文广披寰宇，不只是在我们的学校，在更多更多的学校去扎根。慈济教育置业当中，每一位老师不只给予知识上的学习，也用身教成为学生的人文典范。慈济大学花莲慈大附中以及台南慈济中学的校长献上学生慕心慕爱的成果，慈济科技大学也将推向国际的红利研究与大家分享。慈中小学的学生也用感恩的心恭祝正言上人和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